掀开经本，第七，主水神设法。经文也为我们呢举例十位上首啊，神众里面，我们在前面曾经读过，每一个族类呀，数量都是无量无边的。无不是为利益一切众生为目的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啊。就像现前这个社会上啊，他们的工作岗位呀、不一样啊，但是都是为人民、为众生服务。主水神，要是方便说呢，就是我们一般社会里头啊，主管水利、航运啊这一些行业的工作人员啊，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请看经文，佛此普心云床诸水神，得平等利益一切众生此解脱门。水，它的特征呢？很多佛法里面呢常常用它了来做最重要的表法啊。你看我们供佛供菩萨，在供具里面呢最重要的是供水啊，不烧香可以啊，不点蜡烛不燃灯，没有香花供养都可以，但是不能不供净水啊。所以在所有一切供具当中，净水是第一。水表什么呢？不是供这一杯水呀，是给佛菩萨喝的，不是的。那你就全错了了。它是表法的，让我们见到这杯水呀，就想到佛菩萨的心。佛菩萨的心呢，就像水这样的清净，像水这样的平等，像水这样的善良。水往下流啊，这是真正的知愚至善呐！啊，老子所谓说“上善若水”呀，啊，所以它代表了。纯净纯善啊，我们看到这杯供水呀，就要升起这样的觉悟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处事待人接物啊，要用平等心。啊，要用清净心，要用善心，啊，至善至心，
这是供水的意思，不是供给佛菩萨喝的。这个十位菩萨，第一位也代表的就是平等大慈。你看看菩萨的德号，普信云床。经里面凡是用一个普，都是超越国家的界限，超越种族的界限，超越宗教的界限，所有一切界限全部都超越，这叫普啊。床高贤的意思，他所修行正果的法门，平等利益一切众生，慈大慈大悲呀。这是我们头一桩啊要学习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能够和平？和平这个口号叫了几千年几万年，和平不能落实，什么原因呢？我们把供水忘记了。佛弟子天天知道在佛菩萨面前供一杯水，不晓得供水的道理，不知道供水的学习。如果我们自己人人都发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即刻就能够落实。从哪里做起呢？从我们自己做起。诸佛菩萨他懂得，无一不是从自身做起的，所以他能成无上道啊。他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往生到华藏世界。道理在此地。他有能力教化九法界众生，帮助大众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学习平等利益一切众生，从平等心里面生出来的爱心就是慈心。第二尊，海潮云隐诸水神，得无边法庄严解脱门。海潮是比喻信，住在沿海地区的人都知道，海水涨潮落潮有一定的时间，一分一秒它都不会差错。
这是教导我们，帮助众生要抓住时节因缘啊，时辰没有到，我们等待，充实自己啊，时辰到了，就是机会到了，要勇往直前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海潮是取这个意思啊。啊，因就是开悟众生的因身啊，讲经说法的因身啊，云表非有非无啊，现身说法。不执着现身说法的相，不但相不能执着，功德也不能执着。我们永远不舍清净平等觉，稍稍有一点情执，我们的清净心、平等心就丧失了。所以经上用一个云字来代表啊，他所修学的法门是无边法，这个法就是佛法了啊，佛法总的来说呢，可以归纳为四种法啊，教法，教学的方法，教法，理法啊，佛所讲的理论，行法啊，如何将教学理论落实啊，这个落实是行法，最后是果法啊，果是你得到的真实利益啊，教理行果啊，啊都是无量无边的啊，以无量无边教理行果庄严自他啊，我自己的理也能叫一切众生都得理啊。第三位，妙色能及诸水神，得观所应化方便普摄舍陀门，佛经里面妙这个字用得非常之多啊，什么叫妙色呢？色空不二才叫做妙啊！啊，《般若心经》里面我们常常念到的，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才叫妙。啊，如果说色不是空，空不是色，这个色就不妙了，空也不妙了。啊，真的不妙了，为什么呢？你着了相了。啊，你已经堕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了，那哪来的妙呢？啊，
菩萨所修的法门是得观所应化，观是观机啊，看看众生根基有没有成熟。应机说法了，这就妙了。通常我们讲根基有三类，一类呀成熟了，成熟一定要帮助他成就啊。他根性成熟了啊，帮助他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帮助他做佛去啊，成熟的人啊，没有成熟的人帮助他成熟啊，没有善根的人帮助他种善根。所以善观机者，大地所有众生啊，无非机意啊，个个都是佛法的当机者啊，只是这一切众生根由利钝大小不相同啊，所以我们也要认真呢学习佛菩萨接引众生的方法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有两句话讲得很好，既然不动以观机，感而随通以随摄，这两句话说得好啊，这两句话也是一副对联啊，所以我们要想能观机，一定要有定慧。既然不动，是定啊；感而随通啊，是慧呀。缘分还没有到的时候，努力修定修慧啊，这是我们修学里面第一桩大事啊，我们现在明了，这是我们一生来到人间的真正的目的。成就自己，带佛菩萨接引众生。第四尊，善巧玄福诸水神，得普眼诸佛甚深境界解脱门。
清凉的小猪不多。啊，妙音音符深知，令悟妙法悬浮。悬浮是水旋转回流的样子啊，我们在水里看到的是漩涡 啊，是这个样子。佛在此地用这个现象让我们去思维、去观察、去领悟。啊，善巧悬浮。啊，把悬浮形容佛菩萨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他修学的法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弘法利生。啊，普言诸佛甚深境界，我们要着重他这个言字。他不是说说，没有说普说诸佛甚深境界，他说言呢，言是表演呢，悬浮不断的重复表演，这就是悬浮的意思。啊，释迦牟尼佛把那种真正觉悟的生活，每一天在表演给大家看。啊，他是过究竟圆满的生活，我们能懂吗？啊，释迦佛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每一天早晨起来，带领他的学生们做个祈祷啊，啊，祈祷的什么呢？感恩呐。我们懂不懂这个意思？啊，感谁的恩呢？父母之恩。啊，佛菩萨之恩，佛菩萨之恩就是老师的恩德了。国主之恩，国家的恩呢，一切众生恩呢，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啊。
一切众生不知道啊。佛做示现，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呢。教导我们知恩报恩呐、我们要能懂得，要能体会得到。早晨这堂课完了之后，大家出门去托钵，这个僧团平常居住是在郊外，在城外也不会太远，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留意，都要学习啊。为什么呢？进城去托钵不至于太辛苦，大概的距离，这个一般距离5里路啊，3里到5里路，方便吗？走路需要多少时间呢？半个小时40分钟，可以走到啊。太远了，托钵就不方便了。那我们这里就学到了。我们将来要建立一个道场，距离都市要多远呢？想到释迦牟尼佛是半小时到40分钟的距离，从前是走路，怎么现在开车？现在这个开车能这个30分钟到40分钟这个距离，那就是很适中地方。我们从这里学。进城去托钵，你看托钵有规矩，只能托齐家不能太多，太多什么贪心呐、你去托钵的时候，人家是头一家，如果他家里供养很丰富，你这个钵就装满了，你就不要到第二家去了。头一家给的很少，这个吃不饱，再到第二家，再到第三家，看看可以吃饱了，就不再去干扰另外一家了。告诉我们，知足常乐啊。表演给我们看呢，施主供养这一钵饭，那不是白供啊。施主对出家人呢，这一钵饭是财供养。出家人接受这一钵饭之后啊，一定要跟他说法，说法不要太长，几句话。嘱咐他的话问他有没有问题，疑难问题为他解答。所以说法都很简单在我们想象时间大概是5分钟10分钟，不会超过10分钟的。所以出家人对在家信徒有法供养彼此互惠
天天去托钵，就是每一家都是教化众生的。佛这么多弟子分头去教化了，这个社会哪有不安定，哪有不和睦的道理呢？这是大乘经上讲的做不勤之友。本来法师很尊重的，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啊。可是在托钵的时候这个情形不一样。这个是一种特殊情形。佛菩萨与弟子们真的把佛法送到每个人家庭，天天如是啊。这就是悬浮，善巧悬浮。吃完饭之后了，那《金刚经》上说的很清楚啊，喜钵。钵洗完之后，洗脚，走这么远的路了，然后回来说。回来修行呢，打坐，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入佛境界。每天做的是这个，所有学生亦复如是。把整个身心定下来，定下来之后，定一段时期，一两个小时，这入定也是养神，也是休息。接着下午就上课了。佛为大众讲经说法，说完之后，同学们研究讨论，个人提出自己闻法的心得，如何将佛的教诲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结众之中。这真修啊。这个叫普言祝福甚深境界。你看每一天呢，做出榜样来给人看，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呐。世间人为什么搞得这么辛苦啊？心放出去收不回来了。心永远在妄动，所以心神不安，身心不安，这个很苦恼啊！佛菩萨做个样子给大家看。大家有工作，佛没有工作，其实搞错了，佛有工作，佛每天上午下午上课。他的行业是教学，每一天给同学们上课八小时，他怎么没有工作呢？他有工作啊！他虽然工作，身心还是那么样的宁静，这个要学习，这个太高明了。
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身心都要保持宁静，那才真正是健康智慧。心烦神劳身躁，智慧没有了，清净平等没有了，那么换一句话就乐没有了，乐没有了，苦就来了。人生真正的意义总要生活在快乐当中。所以善巧玄复这个名号含义很深很深。我们再看第五尊，力垢相继诸水神的普现清净大光明解脱门。菩萨名号里头有相继，我们一看呢，就会想到相继如来相继如来用什么方式度众生呢？他那个地区的众生呢，舌根最利我们释迦佛这个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所以教学用这个音声讲经说法，用这个方法契机呀。相继过的人耳根不利，眼根也不利，你给他讲经他听不懂不容易觉悟舌根利佛用什么方法呢？天天请他吃饭舌一尝味呀，他就开悟了所以我们佛门里面的厨房叫相继厨房我们的舌根现在不利为什么呢？看到好吃的就想多吃，贪呢苟然这不利了，人家利的利在哪呢？利垢，他没有贪心贪嗔痴薄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安世高那一位同参道友，如果要学到力垢相继，他也会像安世高一样证果了，不至于堕落了。我们看到这个公案，只要一提起，毛骨悚然。我们冷静思维，我们的修为
比不上他。我们的过失比他严重不知道多少倍。他的果报堕落在水族里面，还能做到龙王啊！这是过去生中修行明镜好识啊。那我们想想，将来要是堕落的话，那就是鱼虾了，做不了龙王了。想想前途啊，很可怕了。如果现在还自以为是，那怎么得了？人不能不觉悟，不能不赶快觉悟。及早回头啊，回头是岸呐。这是真实话了。清凉大师在小注里头提示我们。菩萨身智二光，他得的法是普现清净大光明啊。遍觉开化了，大乘法界清净无垢。那我们晓得，菩萨以什么教化众生？视线身心清净，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感化一切众生。我们在经上看到，哪一位不是从自己本身做起的？再看下面第六尊，佛桥光阴主水神，得清净法界无相性，谢陀们。浮桥，桥是桥梁啊。意思是沟通两边呢。融合两边的，两边有界限的，桥把这个界限消除了，把这个隔碍呀打通了，什么桥呢？佛桥，佛里面有慧。佛里头没有慧呀，就不能作为桥梁了。高度的智慧呀，光阴很妙啊，光是智慧。他得的法
清净法界，无相无性。清凉注解里面，正净法界性相，这个正字是错误的，我们在清凉疏钞里面看到的是，它是清，是清净，清净法界性相。这个应该是这样念法，四个字一句：清净法界，性相具绝，得无不现的，则大用不忘啊！改过来，清净法界，诸佛法界清净。四圣法界也清净，为什么呢？心净则国土净嘛。今天我们这个地球真正是到了啊，坐卧不堪了。弥陀经上给我们讲的五浊卧室，现在是浊卧到一般人不能忍受的程度了。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有许多人说工业的污染。科技的污染，没错，这只看到表面呐，没有看到骨子里头啊。骨子里头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性被污染了，物质文明工商跟科技，这是染云污染的缘，不是因。因是什么呢？因是失去了圣贤的教诲，这个麻烦大了。现在全世界不是少数人，站着有相当大分量的人不相信神圣的教诲，不相信因果报应，把圣贤教诲完全摒弃。你看看全世界的学校，哪一间学校里面用圣贤教诲做教材了？没有。只有少数宗教的学校。像这个一般神学院。基督学院，佛学院这一类宗教的学校，少数人在修学，不为社会所重视，也不被
国家政府所承认。所以这个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能够明显觉察到的，社会大众自私自利、三毒烦恼加速度的上升呢，伦理道德完全平息了，这是因呢，加上工商业这个高科技带来的利润增长人们的贪嗔痴，这样发展下去肯定是世界末日为什么呢？彼此竞争斗争最后是战争，互不相让2500年前孟子讲过上下交争利，其国为矣。现在不是其国，全世界全世界的人都在那里争利，这个世界为矣世界末日的征兆已经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是不是跟着这个世界同归于尽呢？这是愚人，这个人没有智慧真正聪明人看到末日这个现象，自己要寻求一条生路李炳南老居士在往生的前一天教导学生他说世间大乱到了，即使诸佛菩萨神仙下凡也挽救不了我们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念佛求生净土。诸位一定要懂得老师最后这一句话，念佛求生净土不是消极，是积极念佛不是进念佛堂一天到晚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那这个念法那是消极的念法这不是佛的意思，佛的意思是要我们积极地救护一切众生，挽救劫难呢。那是怎么个念法呢？佛在《无量寿经》《弥陀经》《观无量寿经》教导我们的一些方法，我们要为人演说。也做出样子来给人看
啊，所以李老师不消极啊。李老师一生教学、讲经，他97岁往生。往生前2个星期，还在讲台上讲华严经。没有休息啊。